不能再拖了。怎么不在广教干呢？做衣服没前途。我经常尾款，装包给上来的时候做好了，每年都有份款。悄悄的吧，你不跟我说，到时候你跟中介人说。收到过你两笔钱，一共4000万。那都对了噻。我不要你的钱。 你提到一个，捞一个，加四个。截至目前，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。你是叫小玉吧？我是叫你老婆。晚上客人多吗？不好说，凌晨1点一波。 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警情况去？我咱不是搞着节目的了，还没得钱啊！我不是小姐，回家找你老婆去。先生，道歉些不行，道歉些不行。妖怪，都怪老天爷，有啥子想不通，都去问他。